日本清心，我哋今次就拣咗长荣航空新航线来往台北清心。冬日到清心就系为咗雪，我哋就走咗有兴津富士之称嘅岩木山，企图接触清心嘅初雪啊！岩木山山腰嘅罗克伍德温泉酒店系拥有17条滑雪道嘅滑雪场，包括符合奥运标准嘅滑雪赛道，各自有唔同嘅斜度同埋难度，而部分嘅雪道仲可以直滑到酒店。望你系零经验滑雪嘅，或者可以称霸各大雪山嘅滑雪高手，呢度都有啱你滑嘅雪道，甚至连奥运级嘅滑雪选手都嚟呢度训练啊！雪唔够厚，滑雪就会有危险。我哋就退而求其次，玩咗 snow shoes， 雪剧加雪像系一套嘅，方便你喺白晒晒嘅沙漠入面穿梭啊！但我哋游走山林嘅上马先生就话，喺岩木山山腰呢一带有好多山毛榉林，唔少都系自然生长嘅，生咗半个世纪咁耐。虽然今日个天有啲灰，但系间中都有飘雪，置身喺其中会有一种嚟自大自然嘅消失感啊！翻到酒店就梗系要好好休息一下啦。罗克伍德温泉嘅酒店房间偏向实用，暖系色调，空间系比其他市内嘅酒店要阔落。酒店嘅另一个重点设施就系温泉啦，泉水系源自深泽高原嘅温泉，属碳酸水素盐盐化物泉。放眼望去远处就系日本海，呢个喺其他清心县嘅酒店嚟讲，真系比较少见噶。